哎，各位，这一次我搬出了一箱好东西，好不好？还掉了一个，我先把它拿走啊。我以前小时候是玩过盗版，因为我小时候我家真的很穷。可是为什么我下回一直抨击盗版？我等一下要跟你说原因，这原因其实非常非常重要。反正我前天在逛的时候呢，我发现有一家他有在卖这些东西，然后这些东西呢，通常都是我小时候书籍里面会出现的东西。我要先说，我并不知道它的制造日期多久，但是我可以有印象推出这些东西是我小时候玩过的，非常猛，傻眼。虽然全部都是盗版的，但是我个人觉得还蛮屌的，所以就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。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看看这箱有的没的东西，好不好？里面非常非常多种类，比如说我们小时候最经典玩过弹珠人、战斗陀螺、游戏王、爆丸、超级战斗车、变弓、溜溜球、超人力霸王、不知名机器人等等，好不好？非常多。只是我今天大概只会看看一些这些东西，我通常都是那个时代才会跑出来的东西，所以是一堆至少超过10年的老物。完了，这样我好像讲错我的年纪了。哇！来，我们先从无聊的开始玩起。第一个是这个。这个是我们的超人力霸王套组，然后是我们的奈克瑟斯，好不好？奈克瑟斯的话，基本上它是一部概念很新潮、很屌的一个超人力霸王，但是它在晨间时播出一堆那种恶烂怪物会跑出来的那种超人力霸王，喜欢鬼会看是不是？所以这一部作品的话，算是非常可惜的一部作品。可是它的歌超好听，我们先来开箱一下吧。其他的包装有模有样，你看以前盗版。连至少连盒的印刷都是清楚的，现在盗版印刷240P，然后刷成1080P 的大，然后送给你这样。以前的盗版，你看，啊，不得不说，以前盗版质量真的好，我没有胡乱。我傻眼，我傻眼，而且还有这个东西。各位，我已经把它全部装好，我们现在稍微试玩一下，开机。好，很显然是盗版，开机也没有音效。他说他有两种音效，我们来试试看，第一种。好，非常不妙。对，被我猜到，他这个变身棒的音效应该是要有两个，就他只有一个。来，我没有玩过他的正版，所以没有意外，这音效应该也是错的。至少以前的外观有做到比较好的一个还原呐。以前至少盗版商做玩具是有想要用心做的。下一个玩具的话是什么呢？下一个开点可以互动一点好了。超激励战斗车之盗版，它右下的 logo 是一个不知名厂商的。然后呢，这一台的话是我小时候算是比较热门的一个款，轰月零式。我不确定它的名字是不是这样，可是问题是这是小时候最热门的几台。这一台，这三台在小时候通常都买不到，因为都被抢光了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非常的扯。盗版这边还给你写什么战斗版，很明显一个盗版标志。哦哟，哇，要自己组，可恶，我好懒啊。哦对，超激励战斗车基本上都是他自己组的，稍微可惜一点，我来稍微组一下好了。你知道以前玩具很硬核，你知道吗？连这个全部都要自己拼，我傻眼。超级战车其实它是有卖组装好的版本，不会像现在这么不爽，还要自己组。然后通常这时候我都会叫我爸说来帮我组一下。好，那来组一下吧。好，各位，因为由于发生一些事故，我发现它组完之后它不会动，对。可见盗版是无法经历岁月的摧残，好不好？可是它的上壳，我个人觉得状况还不错，所以稍微做改良，拉变成嘿，反正它上面的壳还可以用，所以我就把壳留下来，然后再用我的霹雳火凤来做改造，就变成我们的影月火凤凰。单看它的上壳其实蛮帅的，至少它的壳算是蛮还原的。然后除此之外，其他部分都烂掉了，所以抱歉。然后我们再稍微来试玩一下，因为它现在可以跑了。然后我们稍微做个对战给大家看一下，好不好？ Go go！ 哇！很久没有玩这个哎，来碰牙列车对战我们的超激励战斗车，第一位上场，哇，好快好快好快，来，哇，一个撞击，好惨，哦，果然是超激励，打得也比较爽，哦，快点，真的很慢哎，他们两个现在已经变成完全不相干的，哦，有慢吗？哦哦。哇，撞出去！哎，引擎烧掉了 ！Go！ 哦，速度很快，速度很快啊！哇，科技！哦，好快，好快，哇！科技没有办法打出去，哇，有！哇，科技！哦，完蛋！啊，哦，还好。哦，加两秒，属于一个焦灼状态，谁都不想让谁。哇！哦，吓死！哦，这个有！哇，恭喜！我要超级闪电剑！哦，我们的风月灵芝哇，打我们的后来有点苦战。哦，两边，哦，好快！哇，后面被撞掉了。
三二一，我们家里比赛一比一，我们打三分，哇，这个加速有，哦，两边加已经有点不慌多浪的感觉，可是好像又还好，哦，这加速，哇，哦，可惜可惜，有没有觉得这加速？有没有觉得这加速？哦，这加速，哇，上不去，哇，哎，我们组。好，如果两边都把武器拔掉，会发生什么事情啊？啊，哦，很快很快很快，哦，完全没有任何攻击，哦，很快，哎，变成列车，哦，一个转，转弯，哦，转弯好好，哇哇 ，OK OK， 好，两台，哦，一个转。哦，好，好像变得完全没有办法分胜负哎。好，我们换下一个项目吧。来，下一个产品是这个静态的休闲一下吧。这个的话是我以前小时候真的有玩过一个机械，然后它是叫铁甲小宝，我才真的不知道，抱歉。哎，开玩笑，以前这个机械你知道红到什么程度吗？哦，那是我那个时期的变形金刚啊，开玩笑，真的很旧，好不好？哦，哎，真的很怀念。如果有人知道这是什么机械的，跟我讲一下，因为我实在真的是不知道他是谁，可是好怀念哦，所以。我记得我以前小时候这一只我是买正版的，我没有买盗版。我唯一可以挑一个生理，我就挑了这一只，我还挑正版的，我疯了。哎，虽然他看起来这样很像一拳超人，但是他可以在这样的，他这是我小时候出现一个机器人，又加他以前是可以变形的，这个以前这个真的超红，红到是下下叫，我没有胡乱，突然放狂，我傻眼，运动一下。弹珠人系列好不好？而且我以前小时候看那一代叫做《战斗弹珠人大河》，好怀念哦！哎，这三盒是我特别挑了三个我喜欢的，格雷用的，一样是格雷用的。哎，这两个还是进化版本哦。这个进化上就变这个烈焰神剑，哎，呜，这个在下一代就变超烈焰神剑，也蛮屌的，好不好？可是我个人比较喜欢这一版，而且这一版的话也是威力最强的一个弹珠人。哎呀，组装啊！我天哪！哦。各位完成，花我一些时间，我好累，我觉得我建议在煮东西。第一只我先给大家看一下，嘿，烈焰神剑，然后你们想到它的弹夹翼跟贴纸呢？哎，弹夹翼没有办法用，煮不起来。然后第二个东西就是它的贴纸没有粘性，所以稍微可惜一点啊。这样小小一台蛮可爱的，很像初代的银刃神剑，超级风飞，嘿，哦，哎。超帅的，这算在剧中已经算是比较后期一个机体，所以它设计上会跟我们的这个完全不一样，变得更大台，而且更一体式。哦，超帅！而且这一台的特点是它可以一次射两颗，好不好？所以我个人觉得整体而言虽然是盗版的，可是我个人觉得算是蛮怀旧，而且样子都很还原，只是稍微有些零件会有点卡不太起来，稍微可惜一点，可是也没关系，好不好？然后它附了超多超级多，然后说我们可以试玩一下，好不好？Go go！ 我们现在实际上我们这样子弹珠人，哇、哦！因为由于我现在不知道把我的弹珠人场地放在哪里，所以我只好暂时先借我们的爆丸来使用一下，反正也 OK 啦，反正这还不错。烈焰圣剑 ，three two one， 比 fire！ 哎、欸，都，哦哟，有有有，哎、欸，怎么打不到？完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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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把它打开哦，好。对，我要用大河绝招，哼！我要有没有？哎，哼！在，哼！哎，这一个怎么都射不到啊？哼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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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哼！气死我！射不到。我要准备这些盗版弹珠，哎，哇，哎，你知道以前盗版弹珠都五颜六色的，超级风飞翼 ，three two one， 比，翻了，先填弹，先填弹，你知道它，因为它一次可以射一颗，再来再来，有没有？它一次可以射两颗，再来，哇！你射两颗，五、哦，
欸，威力不够欸，怎么这样？盗门弹大小不一，有些力量超，有些力量超烂。哇，结束，好累啊，虽然还蛮好玩的。欸，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玩的感觉，好不好？这个项目啊，是我们的一直线威力实测，算是盗版的 SS 球爆冲弹。欸，真是超怀念的。翻走，哦，两颗，了不起，我要一般弹珠了，够。盗版的威力真的不够。欸，我把它推进去，把它推进去，把。哎呀 ，nice， 机枪红龙来了，让大家看这一次的实力到底有多猛，好不好？所以完毕，翻手，先填蛋再说啊，不用急，不用急，先填蛋。啊，所以完 go， 机关枪，哎，枪林弹雨，枪林弹雨，哦。我们现在给他介绍是这个暴走 robot， 他自己翻译的，他叫暴走机器人。这机器人要怎么玩呢？他就是跑步，就这么简单。好，来开枪下吧。啊，他的眼睛呢？啊，眼睛不见了。好，来了。哎，他真的很快，我傻眼。我想说他应该直接他就。好，那我们再试玩一下吧。Go go！ 蓝色冲锋号，绿色有眼睛号，来进行一个比赛。先撞到墙的获胜。先帮我们开电源。哇，超快 ！Run！ 哇，其他的跑完了。哇，我们的绿色冲线了，逃跑 ！Three, two, one, run！ 哦，两个僵尸一起。哇，我们蓝色冲线。哇，蓝色冲线了 ，Run！ 哇，蓝色。啊真的吵到吓死人，这都是我小时候真的我没有胡乱真的有玩过的东西，而且我没想到竟然会在五金行找到，我觉得好傻眼啊。所以呢，我们这是第一弹，所以各位也不要急，我们后续还有爆玩游戏王变工都还没介绍，好不好？所以呢，请进来，请敬请期待一下下次的跨越时空玩具系列，好不好？好了，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支影片，陆泉在这边，球发在这边，非常每周每周说玩具动画片，我们下集见，拜拜。